来走。哎，钟贤，这就是鸭川，看到没有？来，钟贤，看这边。这什么鸭川啊？对啊。为什么要这样？里面以前养鸭吗？欢迎，好漂亮！哇，你看，他们都把那个架出来了没有？都把他们的那个平台架出来，这样就可以一边吃饭啊，一边欣赏。不过因为今天下雨，你看都没有摆出来，对不对？太可惜了。